跟你的粉丝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就是会互怼吗？开玩笑的是会的，但是就是那种真的怼不会。然后大家也就是因为，真正能喜欢你也不容易嘛，所以觉得就是还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就好。那他们对你而言，你觉得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呢？怎么样的存在？我觉得有他们很幸福。每天行程应该都挺满的嘛，挺满的对吧？然后那你会赖床什么的吗？会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我从来不会迟到，然后也不会说让别人等，我觉得不太好，所以就是定几个闹铃，然后就会起来，习惯了。就是多定几个闹钟。对，提前定个半个小时15分钟的样子，然后多叫几下。多定几个的话，你会把这个按了，然后继续睡吗？啊，我会这样。第一个第二个会这样，但是我就睡得不会那么实了，我就会在第二个的时候基本上就起来。如果你可以带一个人出去旅游，小风顾健陪照叫瑟瑟，你会带谁？哇，这个问题好难呀。陪照吧。啊，你在猜 CP 哎？没有啊，陪照也是我 CP 啊。你是一人包了全剧的 CP。